我的名字叫做雅慧，我的工作的店名是雅妍芳香美颜坊。而我们像店里面来讲的话，我的住址是在台中市西屯区长安路2段50号。在工作里面，我的美容室来讲的话，我比较重视，比较偏重于医美的医美类型，譬如果酸啊、海绵啊，还有一些嫁接睫毛的，还有美容美体，就是美体的我是走经络按摩还有淋巴按摩的方式啊。像我们的课程来讲，我们是走低价位平价的消费，比一般的医美来的便宜的大概2倍。